家好，我是林董。今天这个影片你们看标题就知道了啦，其实还是有点作死的这个成分在呢。美食默契考验，情侣之间要做这种默契，要猜不中不是安迪哦。这个 content 哦，其实跟 Yugi 那个你知我形式有点差不多啦，都是这样的嘛，是不是？看什么 content 就拿来抄一下，改一下，抄一下，改一下，就变成一个这样的 content 了咯。哎呀，我相信 Yugi 应该是不会计较了哦 ，steady 了，下次请自己放 ，OK？ 啊，然后，妈的又接不住了，这个子啊，好了，这期再好了，要讲多少？拜。现在呢，就看他磨好了没有。他多数没有在客厅了，肯定还是在磨了，信吗？你看。是不是？你刚拿吹风筒啊，吹吧的。哎，果然不出说，不出乎。哎，果然不出不。我什么料？啊，果然不出。哎，总之再磨就是好了，看到吗？拍什么？拍什么？都没跟你讲，跟你讲不是不好玩了咯。吹你头发，快点啦、啊！就来了，像上次去云顶这样啊，很兴奋哦，去云顶哦，哇，很像标签这样啊，去云顶，你的头啊，去云顶，要不带你去天堂？在那边讲话了？没有啦，今天上台就是那种情侣默契考验啊，反正都要吃晚餐嘛，我们就来玩点默契的东西啊。默契，你确定你还记得吗？记不记得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们当下想吃的。别讲这种话，快点弄，快点，现在马上。现在6:54，我们看几点会磨好。再讲我不困难的不帮他吹，你看头发，哦，那好像。哇，我不能讲新的头发嘞，这样厚，看来鬼一样。你看我，你听出来没有？没有看我。是的，李碧雪，直接把它放在旁边。怎么可以？可以，那你就直接去找他。叫我弟，你找他们去贴我的房间。可以。杜林了，杜林了。可以走了，我要走了。那么烦是你，将来对吗？还行，那自己比较白一点。你白啊？我不是透光。我白就好嘛，做人要团结换衣服。你送了啊？做人要换呢，做团结换的呢。难得小三说，不要换嘞，小三嘞。小三，我看见后面谁？我。去啊！啊，真跟穿小三的衣服。是啊，你看我几舍不他，看到吗？如果你不穿，不是我不要穿，这件在排到我厕所嘛，脚步还没有干。哇，你够力哦！要轮流的哇！等一下，你是快讲回正题了，讲衣服。啊，那衣服很好看啊，对对对，很舒服，舒服吗？啊，舒服，好看吗？啊，好看。看了那么啦，讲什么？讲什么？等一下，你是。这么甜咩？好了吗？又是。美女是美女嘛，这里是在拍 content 吗？拍 content 去哪里是？哎，肚子饿。新时代咯。哪里啊？新时代。我觉得 content 哦，好像都脱离不了新时代了。上次又是新时代，你想到又是新时代，新时代啊，老板，你们看到这个影片哦，看我叫 support 你，你可以来找我一下嘛，什么吃的 sponsor 都好了。都在去新时代啊？都准备去了。新时代了，走了。说不容易一个礼拜，我要来多少次？喜欢来变到我来到有点怕的地方。你怕的咩？会啊。看你多么的漂亮。哎、啊，很漂亮，真的。跟我一样。哇，很多人的今天。你们觉得很久没有这两个人拍哦，我拿 Kim 对 Kim 讲话有点尴尬。所以现在我们看讲多天，我们要当做那些人是西瓜，不想当他们死掉，把我中打。看到我自己想吃的吗？快，我想看。快快，我看住了，哪天很奇怪，快点看完了，哪尴尬？好尴尬，妈的！我就看到我要吃什么了。杨，看完了吗？看完了。你去那边，跟他们讲你想吃什么，然后不要让我难捡啊，抢我。讲哪？这样子，这只。OK， 去那边讲。这次呢，我想吃的是。我看你拿这样今年脸一定很大。别紧啊，我戴着口罩变胖。一点点到我讲我想吃的，走来。别偷听啊。我嘞，他应该会记得我每次是来这边吃云吞面的，不然炒粿条的。我就是不要。来，现在默契了啊，你先猜我的啊。啊。
想法啦，来给一下提示。OK。太多东西哦。它是有汤的。嗯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都是有汤的哦。想啊。越走越远。你很大声，那边有歌的。像这种这样老鸭都讲完默契了，还要提示的，像我这样，来一个提示来。哇，老鸭。面类。哇，这个选择比较简单一点，老鸭是什么的？这样厉害。因为我吃过那种东西，他想试试应该是这个。现在还有一个重点了，找位置坐。我们刚刚跟人家讲过，在外面。啊，好，等下人家已经坐好了，还没找到我们就惨了，快点快快。来呀来呀，那我已经拿了你想吃的东西来了。怎么你会觉得我想吃这个呢？很简单的，因为哦，我来这边吃东西呀、啊，多数我吃到什么好吃，我都会分享给他知道。他吃的云吞面啊，那些那些的嘛，他都吃过，就只有炒粿条。我每次跟他讲好吃，他都没有吃过，所以呢，我觉得他这次会想吃炒粿条，应该对的啦啊！你有几八线？你觉得对？100%？哇，你这样子讲哦，我100%都不敢给我自己，有点冒汗呢。二姐，等我的来先啊，你饿可以先吃啊。我是很饿，非常的饿。哇，你把我叫也来了嘞。做你会叫那补茶的呀？因为呢，你刚刚不是讲你想吃汤的东西，然后他又每天来这边吃云吞面了，你这种人你一定吃的吃。啊？我这种人。不要做我这种人，讲话讲好好啊，人家富哥不敢打你啊，跟你讲啊。你别那么笑。Okay. 总之呢，他这种人呢，我记住，那这句话可以 skip 掉，跳进后面讲重点。他这种人，一定知道这个东西，他应该吃到咸的，所以他不可能这次一来哦，他又吃云吞面。所以这次我就叫了肉骨茶给他，一方面他喜欢吃肉骨茶。你这样你可以这样吗？讲到。肯定啦，是不是太重了？其实嘞，我是说一起公布答案，要不要？快，参加没有歌，我们快点讲啊！你先讲一下，炒粿条是不是你想吃的？喂，真的不是啊？我知道骗你什么？椰肉骨茶也不是我想吃的，不是我们想吃的东西哦。来回播一下刚刚我们讲的。这次嘞，我想吃的是云吞面啊，可是不知道它会不会叫对啦。徐佳每次讲很好吃，这次就来试一下云吞面。我呢，他应该会记得我每次是来这边吃云吞面的，不然炒粿条的。我就是不要，我是米魂贵，那米魂贵有开，我还会不会猜对啦？哦，原来你想吃云吞面是吗？怎么云吞面不吃过，我们怎么又想吃？你想吃过的东西，好吃的东西肯定要再吃的嘛。我还以为他会叫云吞面给我吃。我也懂哦，你有吃过了。怎么你又想吃米魂贵呢？你都讲对了吗？吃的东西都吃到咸了吗？云吞面好吃，炒粿条好吃，我都已经吃过了。我跟你讲汤类。也没有错啦，汤类啦，你就没吃免贵好吗？没错呗。没有错啦，下次我煮给你吃两面。等我家去保险买大一点。哎呀，吃了吃了，可是可以吗？刚吃啊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对啊。比较辣的嘛。超辣。没有啦，你叫你想吃的可以叫辣。在一起4年了。叫都叫错，万劳。两个都不对。我们两个的默契就是那种。可以讲话，可以不要顾着吃嘛，再拍一下影片呢，别贪吃嘞。喂，我饿到了。欸、我零饭哦，没有。好红汤好咩？也看到了，我还没想哦，谁答错谁做尴尬哎呀，那种惩罚、啊。结果呢，两个都错，哎、欸。啊，没喝喝，吃饭了再讲话。吃面，吃粿条。我都不吃饭了。我不粿条，我不面。我讲我吃饭吗？哎、欸。你想呀、啊？想啊。吃到整间，你会不会吐哦？整间哦，我从外面第二个面去整间。你吃了整张锅子哦？整张我订完整张啊。是啊。那这个柜才差不多3/4罢了嘞。Hello， 你有读过数学吗？你玩什么呗？哎，你的朋友嘞？看到吗？哪里有姐妹？没有没有，我姐妹我姐妹。哇，你姐妹有。好啦。今天默契影片就这样子好了，妈两个都没有默契了，就算不是想吃，可是是对方为你想到了，也是一种爱嘛，是不是？就生气啊，就这个逼啊！还有，那种默契不要乱乱玩的，会吵架。刚刚都已经吵架了，开玩笑。